白海清，你从哪儿来呀？
我一定会回来的。 小狼崽会咬人了！天不真，还我爸的金刀！还我爸的金刀！强者为王，适者生存，这是草原上的法则，你也该慢慢学得懂啊。今天我放过你们老小，也算是对野兽害的一种报答。今后再让我们叔侄俩见面，可就不像今天这样了。 按照鬼盘推算，
再有半个月，天鬼星就要凌日，地母之血还没找到。回大王，刚抓来的那批少女等待查验，我去把他们押进来。 对不起，我的多待。这次又让你失望了。我一定找到地母之血，打开地狱之门。我的王，只要你能永生，我心甘情愿。 为了称霸草原，把你我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在无边无际的草原上找一个人，如同大海寻针，谈何容易？地母怎么会是平凡的女子？定是要经过千古千城之谋才配得起。草原上自古以来就有一个部落，以盛产美女而闻。 闻极了不？诺言，现实通报，各草原部落将在藤吉斯敖堡聚会，一起商讨这些日子以来魔族出没、肆虐草原的事情。哎。 八面神妖护体，我是刀枪不入。走！哎哎哎哎！好啊！好！好！哎，我说这药它是好还是不好啊？
个老不死的，看你那熊样，我去！我跟你拼了！我去！我叫博尔术，你叫什么名字？咱们交个朋友吧，我送你一匹马。这个人呢，就没把你当成朋友，我们就不该救他。他把马看得比自己的命都重要，这朋友我交定了。老人家，距离离翁吉拉布还有多远？你若背着包袱，三天脚程；若是不背包袱，半天即到。你的意思是，
想用这匹马来换我的包袱是吗？他名字叫阿兰，你可别小瞧他。我跟你说，包袱里面装的是我新娘子的嫁妆，不能换。好男儿志在四方，兼善天下。你怎么老想着娶妻生子？真没志气。你脖子上挂的是个什么物件？这个，说你也不会相信，是从我娘胎里带出来的凝血。哎，喂，喂，你，喂，喂。翻过那座山，就是翁吉拉布了。来的，哈尔库，是你吗？啊，你是铁木真？你来我们翁家来干什么？我来娶我的妻子博尔贴。就你啊，被狗都吓成这副熊样了，还想娶我们翁家来部最漂亮的姑娘？你看你这马脏兮兮的，我是不是骑上去能把它压折了？哎，
博尔贴。博尔贴。Борчгоон Тэмүүжин Хонградын бүртэндээ ус холууж удам далгаха эвэлийг минь хайрлан батагарэй! Хурэй! Хурэй! Хурэй!圣腾格里见证，今天我特学禅遵守诺言，将女儿波尔铁许给波尔之金氏野醋害之子铁木真为妻。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来见我？我发过誓，如果再见到你，我就杀了你。嗯。
伯尔天，你就是伯尔天啊！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放了他们，我跟你们走。伯尔天，你若再莽撞害我族人，我会恨你。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啊？放了他们，不然我怀你的尸体。伯尔天。 苍生天见证，我不二术今日与铁木真结为安达。我与不二术今生形影不离，愿做他涉猎的小箭，杀敌的弯刀。饥饿时我为他捕猎，寒冷时我为他挡风，没有坐骑，我背他前行。 真是把好刀啊！这可是我的夺胆，送我的定情之物，拿去。
经杀了我了，下面就该轮到你了。我将用你的血打开这地狱之门。原来是你，是你在跟魔鬼做交易。我是和朋友一起偷偷进来的，我是来救您的。我是出不去了，我这副鬼样子出去又有什么用啊？你们两个赶紧想办法离开这儿，我们回去叫人逃离这个鬼地方。再不走大伙儿都得死。阿妈，快走啊，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山所有的人都会有危险。你说什么冥王？你在胡说什么？关于战神赤纳的传说，都是真的。魔王要等天鬼星，这束太阳打开地狱之门，你快回去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晚了就来不及了。我不管那么多，我要把你救出去。 你救不了我，天木真，你是博而知今的男人，我相信你，一定会像你的祖先一样，有办法对付魔王。八天，走啊！等我，快走！我一定会回来救你。 魔族异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想必各位都深受其害。今日在此举办祭祀大会，一则祈求草原吉祥安顺，二则希望大家都能商量出一个应对魔族的办法。 你跑哪儿去了？阿爸，我见到波尔提了。哦，这么合作员。好安呐。怎么样？现在还怕狗吗？哈哈哈！我的侄子，你真的长大了。 你现在是草原上一只真正的雄鹰，我都认不出来你了。叔是为你骄傲。那些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哪是我们这些凡人能抵抗得了的？如果一旦结了盟，招惹了他们，到头来倒霉的一定是我们自己。怎么会呢？单说。
羌鲁草原少女的事，叫人如何忍得？你是在说你自己的女儿吧？你，铁木真，你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昨日我潜入阎魔国，见到了我的妻子博尔天。他说魔王会在天鬼星离日那天开启地狱之门，放出冥王。那些失踪的牧民，还有不二叔的阿爸，都被掳去了魔堡。多亏了胡伯言伯伯舍命相助，我们杀了几个魔兵才逃了出来。如果我们再忍忍再割，灾难就在眼前。相传900年前，冥王曾经跃出地狱，是不尔至今的战神赤那，与苏勒定为号，大战了3天3夜，才把他打回冥界，保全了草原的安宁。我去，听上去好可怕呀！那只是个传说啊，一个捕风捉影的传说，有谁亲自用自己的双眼看见过？难道仅仅凭借博尔汗山顶早已锈蚀千年的苏勒定吗？塔里胡台，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腰里别着的是耶稣害诺言的金刀，都是博尔之金氏的男人，你怎么就不好好学着该怎么敬畏自己的祖先呢？尊贵的扎木合诺言，我正是敬畏自己的祖先，才不愿眼睁睁看着无辜的子民命丧虎口。男人可以鲁莽，但愚蠢不可以。今天受苦的是我的妻儿，明天就是你。挺着，说到底你不就是为了你老婆吗？犯不着让我们一起去送死。退下，都别说了。结盟与否，事关生死，绝不强求。那不是你的白马吗？三马大人，铁木真，三马大人，前日多冒犯，对不起。你知不知道，怎么可以杀死魔王？把魔堡里面的人救出来。世间万物都要听从长生天的旨意，我又如何能做到？铁木真，你知道为什么白马选择你做他的主人？因为你眼里有火，心里有光，能照亮黑暗中前行的路。铁木真，看来是我一手毁了你的新婚之夜，怪不得你这么恨我。既然落在你手里，那你还是杀了我吧。
我宁愿为他去死，不许动我的铁木真。传说铁木真，他骨子里流的是战神赤纳的血，你说他能杀死我吗？他会和他的祖先一样。我真希望他能把我送入地狱。我痛恨这个世界，他让我不可生也不能死，让我跟我心爱的人阴阳分隔。我要亲手毁了这阴阳两界，我要让地狱永存人间，让人间变成地狱。放心吧，我绝不让你们遭受我的不幸。我会尽力的成全你们，让你跟你的铁木真共赴黄泉，永不分离，知道吗？跟自己的心上人同生共死，这才是幸福。你真以为你能杀得了铁木真？是谁包庇了铁木真？是谁包庇了铁木真？住手！是我包庇了铁木真，帮他逃出了城，和他们还有我身后这些人毫无关系。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大王，放了他们吧。看见了吧，这么多人有现在这个下场，全拜你的心上人铁木真所赐。不过我可以给你个机会，只要你亲手射死他，其他人我可以既往不咎。姑娘，你看看我的样子，活着还不如死了，你就送我一程吧。放箭呐！你可以让他活着，但是他所犯下的罪过，那些人必须要承担。
你杀了他，这就是解脱。我们就可以救人。你没有波尔提，还有那么多女人可以找，可我只有一个阿爸。我一生只有一个波尔提。田木真，靠你一个人是救不了波尔提的。我自己的事，我自己负责。等会儿，我听着。田木真和我是过命的安达，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所以魔堡我是确定了。有愿意来的，从今以后，我也认你做过命安达。不愿意来的，绝不勉强。阿里胡台诺言，你是铁木真的叔叔，
亲人有难，我相信你不会坐视不管的吧？走吧。铁木真，调马鞭可是不祥之兆。
你要干什么？我不会让你得到一滴血的。留下了，都成留下了。多歹留下来，别走！多歹！啊！肉身一回，不如借用皮囊。多待。不，不，任何人都代替不了我的多待。胡出鲁，天魁冠日即将来临，你若能助我一统三界，我不仅归还多待，还要将草原拱手相送，让你一雪前耻。那好，我们一言为定。苍蝇也有落地的一天。
向南七百里的山中，有圣腾格里的骑士，让灵魂回到山里，身体回到草原。阿兰，世间万物皆有因果，任谁也不能独行其事。田木真，这就是你恣意妄为所付出的代价。决定草原命运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田木真，你敢不敢担此重任？扎木和诺言，请多多保重。为了救我的妻子，一意孤行，连累了兄弟们，连累了草原。我愿意接受一切的惩罚。站！站！
扎木和诺言。是他，贪生怕死勾结魔王，山谷的那一战，根本就是他设下的陷阱。是吧？耶稣害得进岛，我命不副实。把它还给你。一个连自己主子都敢出卖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干不了？啊！你们几个也罪该万死。作为仇人，我本应该杀了你；作为草原的叛逆者，长生天也不会容你。我可以选择第三种死法吗？让我死在战场上吗？说到底，我也是草原生养的，我不愿意让我死了之后，我的后世子孙再背上万世的骂名。天鬼观日快到了，我们的草原危在旦夕。如果你们放弃抵抗，魔兵的马蹄就会无处不在。到时候你们还能逃到哪里去？背井离乡，浪迹天涯。现在踩在我们脚下的，是世代养育我们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不但有我们的亲人、朋友、森林，还有数不清的生灵。难道我们可以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被毁于别人的刀下吗？过去的我，一个人是一个队伍。今天，我希望一个队伍变成一个人。马鞭拧成一股，才会有力量。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共同抗敌。我将以苏勒定为号，赤纳的精神为旗，带领大家赢得胜利。
只要有刀，没有砍不掉的枷锁，就算我们拼尽最后一口气，我们还有打不倒的身体，摧不完的意志。草原的兄弟们，高举你们的武器，拿出你们的勇气，把我们的鲜血洒在这片草地上，让我们后代的子孙。 永远记住我们的名字。
现你的诺言了。你还会给我一通反击？那是你的事，还我夺胆。
二天，博尔天。博尔天，Team match, let's go.
team has scored for the first time! Dead! Reloading! Killed! Target down! Cover me! The game. The red team is about to win. Target down. Cover me.
Team Victory!